米，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，而对米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，和各类蔬菜搭配，不失为别具匠心的一种。西红柿挖去中心，白洋葱、彩椒、芹菜、蟹味菇、西红柿切丁，米粒倒入沸水，焖煮5分钟后，放少许橄榄油，防止米粒粘连。西红柿入锅，小火煎至边缘微焦，热锅下油，放蔬菜丁，加牛奶、奶油、米粒，晾干下锅，撒盐、黑胡椒，略微收汁即可。米粒颗颗饱满，在袅袅烟雾中和蔬菜一起散发清香，化在舌尖，品得出风的味道、阳光的味道和料理人的心意。